在厦门市中心最热闹繁华的大同路地段，有一家是藏在骑楼下的酸笋面，很多游客都不知道他们家的酸笋面是非常有特色的，会提供丰富多样的配料，是提供给客人进行选择。你先选好你喜欢吃的配料，然后交给老板去煮，任意选三样是12元。别看这家酸笋面不太起眼，实际上它已经是一家老字号了，已经开了很多年。如果你喜欢吃酸笋的话，来这家试试看，一定会给你的厦门旅游留下一段难忘的记忆。